如何？跟台湾的不一样，然后还蛮有层次，然后不会很干。我说它的那个调味真的不一样。你说肉的调味吗？嗯，还是它的它的皮口感不一样。皮口感也不一样，我觉得它比较干。那好像它是很薄，然后很多层，可是那个台湾的烧饼是很厚，然后会偏硬。你等于说酥酥就会比较硬嘛。可是因为它是分成很多层，所以就算。很多层这样叠在一起也不会到很干，了解。嗯，真的蛮像胡椒饼。嗯，只是它的饼皮不一样，不是很多层，然后酥酥的这样。嗯。也太弯了吧。医生弯腰。地瓜梅粉，地瓜要梅粉，然后一会儿想要打胡椒，好，三块。这跟台湾的那种口味也不太一样，它的高丽菜蛮多的，像煎包，然后里面包鹅鹅啊这样子。那个有一个我讲的台湾的，然后因为台湾的高丽菜里面，台湾的鹅鹅都是包鹅的。哦。
丢。汤是秘制。那个小卷很大只哎、欸。嗯。好，很新鲜。嗯，汤真的好喝哎。嗯，海鲜汤，真的是海鲜汤。素素给，喝这个汤。嗯。它的粥是，哦，有粒粒分明的浓粥。吉宝，吉宝，下一次有点遗憾，下次才会再来。每个地方都有遗憾。嗯。每次去某一个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遗憾的。这才是人生啊。